这关，哇，这关要保西夏公主。这关保西夏其实用老头是最好的。这关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歪角歪到自己有的角色很赚 A， 起码比歪到那些不会用的绝品角好很多。我用老头偷鸡好了，老头偷鸡大法。手到擒来。不上吸烟。可恶！终于轮到我了，神魔共此破。说来就来喽！索大推荐老头好用，拿来家宴明容，超好用。这关的公主真的是瘸腿公主。来喽！叶明容真的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叶明容跟老头真的是很好用啊。可以多少加一点攻击，这物体就不再攻击了，是他完全不理我啊，他完全不理我就 没得打、啊、闪去挡他，神魔共此破，我连断腿都断了，他还是，你的血量需要再低一点，表情符号大笑，终于了，那谁敢放肆，谁敢放肆，关卡打不过退会耗体力吗？不会。谁敢放？终于轮到我了。主要是你是克数八。此举如何？我老头没有装石头了。小怪基本上也优先打克数。老头没有装石头，老头没有攻击。嗯，双腿无法。说来就来喽，道法自然。贝克基本上都不打的吧？血气寒霜。神魔共此破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此举如何？终于轮到我了。牛猪，终于轮到我了。谁敢放肆？打不到。终于轮到我了。神魔共此破。喂，理我一下。月泄寒霜。神魔共此破。取入婆娑平沙翼，哇，好险！终于轮到我了，神魔共此破。理我一下，不要不理我，不留就杀、啊。我都已经杀到你家了，你不理我。说来就来喽，
终于轮到我了。好险！对，我的风寒月完全不理，之后夜明龙去就打。因为那种欠你钱就是哇，飞进去偷那个宝箱都不理我，可不能耽误老子钓鱼。